要练战吗？还是不练战？应该还可以吧。我后面要一直打吗？还是就直接打第一个？问题是你要能活下来。可以啦，简单啦，我已经不一样了。我靠！找人找多了打吧。那几局就不打了。这里，我靠！哦，小弟这么爽。我靠！炸死！继续救一，我来救。好，我继续走。啊干！靠！干！那你们走回来吧，我已经动不了了。血是多少啦？哇，不过冲的好爽。冲的太爽了。干，放心，他是你要乱推，然后地上就都是他那火焰呐、啊。他应该是死了，我推的话。干，那次你自己打。我不打了，不赢了。哦，超多，瞬间一堆。搞是觉得雷扣自己玩。
比较刚好，啊，组队根本还乱。不会啦，靠，又死了。要攻击力没攻击力，哎、欸，攻击超高，好不好？打 boss 没力而已，在我的 fireball 面前都是热身。靠腰，你要撞一下是多少血？1亿吧。 这么强，我就连续撞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打 buff 没力？看来我状态的维持下来了。我要差不多10只才有1亿吧。<笑>哦、那没有用啊。那、欸、前面撞一下多少血？5000。那应该还 OK 啊。我最多撞2亿，2亿1。 坚韧多少？1500。800。干，这么猛！这么猛！我不会死。我减伤158，没差。哦，你就用那个什么 ignore pain 是吧？对啊，我减伤158，根本不会痛。 还一只，还一只，还一只，还一只。感觉躲在那个柱子下面都看不清楚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把它推过去啊！好，我去打下面那一只。 靠！我瞬间就死了。电啊！好，爆发！哇！救一下！救一下！差一点点。就死吧。 电也不会死，我还是怕火电就是。想不到我的武僧随便穿穿还蛮强的。哦，好多怪耶！ 这些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只黄色的。 这个哪？这里啊！快打了！赶快冲！冲！靠！在冲啊！为什么是突然死掉他？你是不是变身没了，然后刚好被打到？
不是啊，都瞬间血就直接大队，满血就直接大队，很正常啊，跟我之前一样。中箭都挂了。对啊，我之前跳跳跳过去就死了。速度还蛮快的，比我想象中的快多了。就慢慢打，不用急，不要死就好了。如果好像靠小弟打得比较快，想办法再多招几个。啊，这招要靠你们。打不死怪，对，看我杀怪好快啊！让你动不了。沙贵只能靠我的宠物人麦西牧斯，看小弟，没有小弟就完了。等我小弟出来了，小弟可以扛啊，没有，还是有小弟啊。哎，他那不会不见了、哦？我有一个技能可以叫小弟的，就是那个圣君之圣啊。因为你看他现在都不会打我，我敢打我，打我。对啊。哎呦，靠！后来这样子比较不会死，虽然打比较慢。对啊，小弟可以扛。啊，干！干！你就退出来一下，再进来就好了。我靠！哦，好痛！哦，哇！被打死了。好，还是救，小弟可以扛。干 Roger！ 干 Roger！ 按错了。干嘛？这么近。不会人，按回去村庄吧。没有啦，我在防。靠！哎，黑锅老一怪就把我撞死了。哇，灭团！赶快冲！还有两分钟。来不及了。哎，老卷，你刚那边跑。来不及呀、啊！哎，看，哦，他疯狂哎！干，跑到这来不及。来不及了，我看我把小弟换成火的好了。我靠！
哦，后面抓狂不行，可以的。抓狂就不行，要有一个人射了，三个都上去打就死一排。 哦，好快！他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快死了，这样。看我的卡腰没有完全凌空掉吗？哎。 败死在这里，小弟。那小弟是不会死的，好像不会死。会，他血很大，就对了，他血很多。我靠！我靠！你也太烂了吧！噔！还输我这个800而已。 用这技能靠呗，直接秒掉。哦，我的装备红色了。嗯，烂东西。怎么又是掉裤子啊？ 黑鸡鸡，还要再生什么？人生宝石。我来生。